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吃酸辣无骨鸡爪。这个鸡爪是我提前用这个酱料腌制了一个晚上，就是这个骨头太难弄了，费劲巴拉的就弄了这么点儿。然后这个里面的黄瓜是我今天刚放进去的。这酱料该说不说，闻起来特香。先来尝一尝。嗯，